刚刚摔的牙，嘴里面流血，哭两声就不哭了。嗯，你给他看一下，搬一下看看破没有。妈妈看一下破吗？过去，笑的，你搬开。舌头。舌头哪破了？舌头破了，他咋能磕住舌头？这个。他的自己牙。牙给划破了。那我们先去吃饭去了啊！你一会儿等那个等宝珠过来一块儿。我们来熬了呀。啊，你不是等那个宝珠的吗？嗯。啊，过来再。不是到他屋那去了，找不到位置了。你给他打电话。干什么的呢？找不见，你可以去那儿找他去了呀。他不知道。他以前那儿呢？你能找见了呀？高兴有了呀。啊，你抱高兴过去。好一好，那你吃饭不是去哪儿吃？去那条街吃？他过来让他去。啊、管你。你没看到我和我妈是过来。你去哪？我找一下他，然后过来。哎呀，你还出去找他？你自己，你问他在哪，你出去找他就行了。你让他就在之前那儿，是吧？那路口那儿。西大找一下那个。你们这个地方没有软件，导航软件。找一下了，已经。姐姐。你要去找去了？行吧。哦，好了，等我们出去了啊。OK。高兴，拜拜。现在不理老了。你舌头碰到月尾了？你还跟老生气了？我看。我看。哦，没事。好了，我走了。生气干嘛？不了，走吃饭去。好好让学习中文的。是吧？高兴，你知道爸爸回来了？他知道这是什么？高兴。刚刚怎么弄？爸爸敲门，爸爸敲门以后，拜拜。他知道这个脸里。洗脸的。脸洗的。高兴，半天没见牢了。敲门之后我就听见他爸爸。他听见了，哇！他敲门，他知道我了。高兴，你看，睡了，妈妈，睡了，回来，给妈妈开门去，快，给妈妈开门去，去。对，给妈妈开门，快，妈妈回不来了。看妈妈，高兴。高兴，妈妈敲门你也不开，是吧？哭，妈妈敲门你也不开，是吧？小家伙，你越敲他越哭。快！估计吹空调吹的又感冒了，看流鼻涕了。你得擦一下。看，这谁的？小飞的，你给他擦一下鼻涕。好，等一下。抱歉，得让妈妈给你擦一下鼻涕。行。行，你自己行。你自己擦一下。自己擦。哎呀。厉害。
厉害厉害。哎，天快黑啊，吃完饭走啊，晚上晚点，正好回去天亮。嗯。晚上走。哦，晚上走嘛，白天太热了。嗯。我给你扇扇，你开车。我开车，你给我扇扇的。嗯。啊，天，晚上车还少点。嗯。宝都回去了。回去了。嗯。吃的啥了？溜了，回去了。嗯。吃的啥？嗯。肉。什么肉？羊肉烧烤的。那我休息一会儿走。啊？我休息一会儿，睡一个小时走啊。睡觉一个小时然后走。嗯嗯。天黑了，一会儿能走了。哎呀！这是干啥？戴帽子，戴毛巾。嗯、戴围巾。擦一下头发，擦一下头发。嗯。擦一下鼻子。鼻子擦一下了。鼻子擦一下，好好擦一下，好好擦一下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得擦鼻子嘛，擦鼻子了，高兴。鼻子擦一下，快点。擦鼻子，你看，擦鼻子嘛。干嘛他？嗯。干什么他？那我已经，你看。那接种的，接种的。小姑娘，等一下，妈妈给你小姑娘。等一下，那小姑娘，咦，那我的小姑娘，哎呀，我的小姑，那看爸爸哦，小姑娘，蚊子了。嗯，看。你爸爸给你帮帮他，真的。爸爸给你帮帮他，那小姑娘搞的呢？嗯，擦一下。前天擦一下鼻子。前天一在酒店待了半天，没出去。小姑娘。嗯、一会儿咱们吃完饭走啊、哦，晚上吃完饭走。嗯。嗯。大晚上睡着。就大晚上走了、啊嗯，路上车又少。嗯，路上车也少，又不晒，天亮正好到家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小姑娘，等一下，妹妹，妹妹看一下。看一下咋来？妈妈看一下来，妈妈小姑娘来看，咦。来过来，一模一样来。妈妈跟你高兴，小姑娘咦搞来了，快点，咦。你看，她不想脱，帽都不戴。咦。哎呀，不能让他笑了，大晚上给他笑。他吃东西吗？下午？吃了大了巴子，今天鸡肉大了巴子。小姑娘，看妈妈。哎呀，看哎，这里，来这里看妈妈。